一刀，两刀，三刀，一刀，两刀，坑过来。哎呦我操，跟我还拉扯上了。这闪现有点傻逼。人类的求生欲啊，可以理解。这个世界被阴染了，诽谤者摧残我们。盖伦刚才交不交闪？没交哈。那我们薛威是有点小亏呀，100块换个闪现呗。可以上来，给我舔他，啊，舔他。漂亮啊，小光头，我们这不无敌了吗？命令必须重要执行。干哈呀，我这么多兵你跟我打。抓抓抓抓。哎呀，真是超了。这盖伦怎么老跟他换呢？差一点点钱，来一个攻速海。出门。盖伦6级就不是那么特别好打。
这不直接杀了吗？他为啥在我面前晃啊？你为啥在我面前晃呢？这回可不可能再跟你换了，小伙子。哎呀，这能没补着？这边哈皮我可吃老了。还好啊，没飞我们。赶紧吃塔皮。再见。还没升吗？溜啦溜啦，猴哥520了，快爱你们。给你们个心520，爱你们。直接杀，不用管了。哎呦我，为啥呀？这都能依着我呀。我都闪的已经很快了，而且我的鞋我比他，哎，我还二速鞋哦。我不是说没视野，我是在纳闷为什么他能练到我。你说他飞到我身边，我一瞬间唰一个闪往右下角闪，然后我二速鞋他连个鞋都没有，他能练到我，把我给练死了。凭什么呢？扣加速，加速个屁！他都没扣着我，他往左边扣的，我立刻闪了。看看那梦眼儿搁哪？在面对握剑之手时，千万要小心，别高估了王天罡。你的意思是醉的，小黄鸭，赶紧上路收兵。
还行，盖伦值钱了啊，挺好。谁安斯大伯伯？小黄毛安斯大伯伯我。凭啥呀？别走啊！快点儿，这800块钱！哎呦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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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800块钱要跑了，800块钱要跑了！哎呦我！哎呦我800块钱！赶紧拆塔！要脱落了，快拆呀！家里头有没有人守着上高地了？闪现布点还西兰刀还得来一来，漂亮，爆破鬼才，我到了，快冲快冲，对，快冲，哎呦我这给我打的，一刀，杀疯了，没事，问题不大，唯我杀的。
不过剑圣虽然杀的人多吧，但是很脆。他们家都开始出护甲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护甲出的是啥意思呢？这锁子甲要出啥呀？可以往上舔，呵，有点烦人的盖伦。哎，我靠！等我一起啊！上去找开眼，给我五杀，给我五杀，五杀！我来了，别跑！人没了，打个小龙，耶，摁错了。他们家少个人儿，真可恶啊！一起来 ，everybody 一起来嗨嗨嗨！别炸！先拿条大龙回家，如果攻速鞋卖了，攻速多少啊？0.91，不要了。剑圣不需要攻速鞋吧？哎呀，不要才1800，算了吧，那孩子。可以上了，只要那个曙光女神太阳妹妹她不控我，我就能全收。她控我比较烦，哎，我们可以躲，可以躲她的控。谢谢 Noble。来中速度。我已经完全了解了这把剑。不，那把是哪来的？
我现在一个抠都1000多，好勾。我打死小黄毛，想跑那是肯定不可能的。他一点点五杀给打死了，给你们结个账啊。